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啊，这个你猜一下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烤面包的，还是微波炉，还是收音机呢？其实都不是。这呢就是一块电池，但是是本田设计的非常漂亮的一块电池，便携式的。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出去供电，然后这里有可以给 USB 充电的，也可以有正常的交流电。然后呢，哎，真的有电啊！